こともなく歩き続けて電車とホームの間が空いている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ので足元に失礼しました。心も包まれたら明かりを消して隣で眠ろう。咖喱饭。这条路好像山体滑坡了呀，没办法走啊，都是那种软泥巴。不过遇到了今天最漂亮的景色。天哪，这个山太难下了，全都是那种高阶段茶，然后树根啊，然后又是那种很滑的泥巴，超级难下。不过风景确实很好，下次可以在半山腰的休息点露营啊，这样的话晚上又可以看到星星，然后又可以看到富士山，真的挺好的。